大陆政治氛围是比较浓的。当时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大领导的秘书，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平时我们关系都不错，他问我台湾这次选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怎么样？最后我回答几个问题，我一看这个，我说国民党我一败涂地，我说台北要丢失，这个他只能得票得三分之一票，这三成的票，三分之一都没有，三成的票。然后投他票的，投国民党票的全是老头儿、老太太，年轻人都投的是民进党。当时他说你敢肯定吗？我说一定是，并且我说马英九会把国民党主席辞掉，这盘上都有显示。他又问我未来的，我都跟他说了，我未来是个女人，一定是蔡英文。不是六合三明是什么玩意儿？六合，六合啊，对对，这个六合三明是什么？白虎，白虎。马英九属虎。马英九刚好属虎。这马英九是1944年马英九属虎，啊，不是说1960比我大，五零年，五零比我对比我大13岁，年，对对对。马英九现在60多了，60多了，他是1950年的。蔡英文好像也不年轻，蔡英文好像比他还大，没有，没他大是吧？蔡英文的这个年龄我这上面没有，但是也不需要问他。没有了，他们的我你以为台湾人，哦，不是，他也没有了，你是台湾人。陈坚持啊，半个台湾人，半个台湾不是，我觉得他们的党是为反对而反对，不管你好是，不好，就是为对反对，对反这个台湾的政治我们不在里面，不了解，少说一点啊。是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的，我们根本不在里面嘛。但是很觉得，就是香港也是一样的嘛，就是为反对，也没有给他个机会去给他尝试一下政策好不好？没有的，就是你反正你讲什么就是不要，就是。你看大陆对他这么好的政策，这个是他为了反选对，三合一啊，这个大选是六合一选举，哦，六合一选举，六合一选举，这是引荐是吗？这是银匠，紫竹银叫帽的银，工什么？工巢，工巢。我老师对不起，因为我没有学过，你不能说比较没事没事，所以对你，排不要紧，我那个不要管它，我是觉对，有软件儿，排盘有软不件要儿。紧，那个无所谓，那个我不怎么我不会紧张这方面事。当然，我们也是希望中国可以把腐败贪污的能够慢慢去，不可能的啦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最起码不至于越来越糟糕啦，你还是能够不做是，一点。他这样的人心呢，人心都是贪的，说人之初性本但善，是在毛泽东的那个年代，那是没得贪，没有贪的，没得没有贪的东贪，西，没得贪，没得贪，对，没救。没有贪都没有吃的，你贪谁呀、贪都贪不来哦，也是有啊。人心都是自私的，那时候虽然不贪，他小贪还是有。他拉一瓶酒回去，他得拉到自己家里去。田里面长不长个香，多长个甜瓜，他都拉回去。这我们小时候都从那儿过来的，只不过贪的幅度不一样而已。所以，只要这个政府失去监督，谁不贪呢？个个贪。6000年的历史都已经看到了，这个是青青龙，这是青，这是蛇是吗？蛇、虎、六合的六，现在听懂的意思吗？我还以为我迟到，啊 我还以为进去。老师，今天我们做的，我们全部都没有改变的，对这对我对，们东西还是一样的。你看昨天那个我测的人在做了，实际上这是我的违了规了，因为大家心没有动，是我心动了，
我心动了，严格说准确率没有你们心动了。如果你们从中一个说，哎呀，跟我们这一块测测，哎呀，那就特别准。是我心动了，严格说这个盘才是你们的。嗯，所以说它都有误差。尽管有误差，因为我在国内，我不惧怕实战。因为我们从小对学这东西都是从实战刀尖上摔过来的，无所谓。